家好，我叫黄庭伟，我就读达德商工农科三年级，毕业于田中高中国中部。因为妈妈是这边的老师，小时候常常来到美容科，看到达德的老师教导学长姐许多技术，受到这样子的影响，国中报名了国中技艺班，因此得奖分发到了达德。我觉得学校对我们相当的好，晚上有优秀的师资培训我们比赛的技术，也有校车带我们回家，因此高一到高三的勤练让我参加家事类技艺竞赛得到第36名的优胜。毕业之后希望自己能成为优秀的设计师，像学校师长一样能教导其他对美发有兴趣的人。